不要吧，我害羞啊。社长哎，感言。感言社长。我害羞。要讲什么？干嘛？我们要准备场布，我等下再跟你讲，好吧？刚刚是不是偷拍我？就是这样往那边拍。谁要偷拍你？你们要偷拍。谁？你。我。你在那边偷拍我。照片给我。学长最白目的，哎，不是，哎，看得出来，什么？这我学弟最白目的，走啊走啊。